是蓝念哦。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2年哦，7月11号，彰化站彰化站12:44，所拍摄的是120次哦。潮州发车，经由海线开往7堵的观光特试版，有3000行12辆，每有3026了。平安豆藤有4号彩色性，累积再来喝。在彰化站停哦。然后这边是133楼加秀门鞠躬了，12:45。又临时的就会关闭车门。然后喷散酷，所以我要待在车厢通道。还蛮感动的，彰化这次昨天跑来，真的原本不能来的。还要开车了吗？有奶茶了，我们常常喝奶茶的，好像卖完了。12:45，确实要再见吗？拜。120次哦。对，彰化站怎么关闭车门？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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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关闭车门。冲。46。想没有啊？当然没有奶茶。找到，然后再加一就买。有没有想要再加一个彰化？拜拜哦，有缘再来。反正对我来讲，彰化也是我家厨房，对吧？反正搭个2个小时、3个小时就到。啊，这个从台北，下一站沙鹿，沙拉，沙拉，沙鹿。啊，这边是1234单列哦，在西门门进房。拜拜，我们是走海线哦，啊，51次了，像海线那种星座，然后也是1528，还有529，2190次哦，529、524，用3线，开往丰原，它这边写的。再见，彰化站，拜拜。120次潮州发车，就海线开往7堵。观光特色版用3016门，3026皮蛋豆浆，四色彩色新人机扎克，在彰化站时。哇塞，很赞嘞，很赞的画面嘞，R6全部都出来了，拜拜拜拜。哇，啊他下午一点，那全部把它撤收了，对吧？那刚刚自然先忙了，厕所掉。等一下我们就会上海先分离。
报废。真的是无奈的感情啊，哥。哦，还有地下拆解，这些全部都是他拿去报废拆解。听说，哎，无奈的人生。哎，我做这一次还不错，是要看得到。站北的那个车厂的报废车厂，9:57，7月11号。那这边有个龙井的，也是放着那个报废车辆。咦，有吗？这边有400，一样停的这些，准备拆掉。